大家好，我是艾琪，今日要带大家深圳一日游，睇下我今日使咗几多钱。今日去到深圳，到步之后咧，我哋先去咗肉肉大米度食午餐。呢度主打咧系现煎嘅汉堡扒，非常之推荐呢个芝士汉堡扒。而呢度嘅白饭汤同埋西兰花都系无限任续嘅，咁同埋呢间餐厅嘅价钱亦都好亲民啦。呢一餐咧先至98蚊人民币嘅。一站咧就去为牙齿洗白白啦，咁诊所咧就喺福田嘅，地点都好方便，喺福民站 D 出口一出。讲嘢要有牙力，睇牙最紧要有实力。这个对话太经典了，就是出自于 CKJ 爱康健齿科。爱康健成立于1995年，已经有29年的专业实力。作为一个知名的连锁品牌，我对它的品质都很有信心的。这里的环境都很舒适，还有按摩椅，也都见到有儿童可以休息的地方。今日我嚟到爱康健齿科诊所，就体验一下专业嘅洗牙同埋美白牙嘅服务。入到房之后，医生先检查咗我嘅牙齿情况，洗牙都非常之细心，会逐只逐只洗。完成咗疗程之后，效果真系好好，干净咗好多，而色差嘅问题都解决咗。专业洗牙原价咧就350蚊，按拉预约就168蚊。高浓度蓝光美白疗程咧就系980蚊一次，记住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预约啊，唔系就要俾原价噶啦。诊所亦都好贴心，提供咗福田口岸嘅专车接送服务。咁治疗完之后咧就去行街啦。嚟到呢一个顺江文具玩具礼品城，呢度真系好多嘢行。咁我仲买咗对鞋，呢一对鞋你估系几钱？15蚊咋？呢度咧仲有好多精品同埋文具，咁我都好中意翻嚟买笔嘅，因为都系几蚊纸。行完街咧，又系时候揾间茶饮店买嘢饮啦。咁之前咧饮过另外一间嘅山椰西瓜系好好饮嘅，但系唔知点解呢间咁服，杯嘢系好重胶味，我真系饮唔落。咁呢杯嘢咧就13蚊人民币。咁今日嘅深圳一日游就完结啦，买咗、食咗、饮咗，牙齿亦都靓咗。今日咧总共咧就系使咗1456蚊人民币嘅，咁都系性价比超高嘅一日。就是咁结束啦。如果你哋想更加了解更多深圳好去处咧，记得关注我啦。下集见啦，我系艾琪，拜拜。